这个是我的宝贝女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Rita。Rita， 六一儿童节快到了 ，Rita， 你想怎么过呢？嗯，我想吃着过。吃着过，不愧是我的女儿，不愧是美食博主的女儿。你想吃什么，宝贝？熊猫泡芙。嗯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熊猫泡芙吧。一个熊猫泡芙呢，外表金黄色的，里面有白白嫩嫩的软软的奶油，但是呢我们在奶油上面还可以给它装饰成不同的小动物的形状，对不对？有你喜欢的小熊猫，然后我们还可以装饰成什么呀？小兔子、小猫咪、小狗狗、小鸭子。装饰这么多，我们能做得出来吗？能。万一失败了咋办呢？嗯，不要失败。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吧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的小厨房。嗯，看江江都有什么呢？嗯，小面包。嗯，给你吃一个汉堡。嗯嗯嗯嗯，假的，是不是特别真？哎，看看你的小灶台吧。你小灶台上现在做的什么饭啊？做的是牛排。哇哦，用平底锅煎的牛排。我想加一点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嗯。嚯，加这么大一辣椒，我能受了吗？能。妈妈，你别介绍厨房了。不介绍你的小厨房了，那我们干嘛呀？我们就去真厨房做吧。行，走吧，我们去真厨房做熊猫泡芙了哟。走着。Rita， 我们开始做吧。好的。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食材哦，你来吧。牛奶。鸡蛋。鸡蛋三颗。白砂糖。黄油，嗯，巧克力，是的，就这些食材哦。那我们开始喽。我们为什么要筛一下面粉呢？这样让面粉的颗粒更细，然后做出来的泡芙更漂亮。好，拍拍拍拍拍，你会吗？三个鸡蛋全打到碗中，然后把它给打散。巧克力我们要隔水融化，融化的巧克力呢就是用来画小熊猫的眼睛、鼻子和耳朵的。首先呢我们要把融化的这个巧克力倒到这个裱花袋里面。好，口一定不要剪得太大哟。然后眼睛、嘴巴呢我们给它弄成这样的。我们现在要开始熬面糊糊了。首先呢要放入黄油，把黄油稍微融化以后就可以倒入牛奶了。要把黄油和牛奶全部搅融化。我们要把刚才准备好的白砂糖倒进去，再加大约两克的盐。我要用中火给它熬开，等到它开的噗噗噗噗噗噗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倒面粉啦。哇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这个时候倒面粉了。好，倒入面粉，我们要把火改成小小火，要把所有的面疙瘩全给搅开，就开始不停的搅拌了。大家看到它那个锅底哈，有这么一层白白的膜了，我们就可以给它关火了。关火静置两分钟以后，我们就把刚才的鸡蛋液再开火，再给它加上去。我们刚才打好的鸡蛋液要分次加入这个面糊中，每次呢不要放太多，每放一次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，彻底搅拌均匀。我们把面糊放在裱花袋里。是不是奶酪？不是哦，
你这个烤盘上呢要垫一个烘焙纸，这样它烤的时候就不会粘盘子。看啊，你这挤啥形状？点心的。中间我们得把它得填满啊。宝妞，看妈妈。点一下鸡蛋液，然后抹在这个小尖尖上，把它给抹平。你可以做到吗？好的，交给你喽。每一个都要涂哈。之后呢，我们要再往上面撒一些糖粉，这样它烤出来颜色更漂亮。烤箱预热200度，先烤20分钟。你把奶油倒到小盆里吧，全倒进来啊！要把白砂糖加进去。我来加吧。因为普通的这个淡奶油还没有加糖的话，它有味道吗？没有。我们要低速打发，就跟妈妈一样没味儿。我你没味儿，我是没味儿吗？江江，这就是我们刚才烤好的泡芙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圆形的，我们挤的圆球形状的，它已经发起来了。豆包包挤的这种扁扁的呢，发起来了吗？没有。所以那么我们以后如果想做鼓鼓的泡芙要挤成什么样子？但是我想要爱心形。那我们可以给它装饰了啊。我们已经把这个奶油放好了，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妈妈来做啊，因为用到刀了，我们要用小刀把泡芙的小盖子给它打开。对，一会儿呢我们就把它做成熊猫的小帽子，给它挤出来。装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最好有那种小的镊子，这个眼睛耳朵鼻子给它放上去，如果没有大家可以找这种细头的筷子。江江，我们的六一下午茶就做好啦。我们做了一份泡芙，然后呢搭配了西瓜汁。哎，有点翻车啊，本来我们是想做熊猫的那个小泡芙，结果做成了什么？做成了小兔子，小老鼠，小熊猫，小怪物，小狗狗。反正就是没有像熊猫的。这个像熊猫。不管怎么样，但是我觉得过程还是很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关键应该是很好吃的，我们尝一下吧。你选哪个？你先给我选一个吧。我就选这个最丑的。为什么让我吃这个最丑的？当然我才不要给我的小伙伴吃这么丑的呢。好吧，因为我们说那个吃不完的这些小泡芙呢，一会儿我们要下去分给瑞塔的好朋友们，是不是小伙伴们，对不对？你想把最漂亮的分给他们是吗？那好吧，我把丑的吃掉，你吃哪个呢？我的吃这个吧。你吃这个，我还以为你要吃这个最可爱的嘞，你为什么不吃这个最可爱的？再分给我最好的朋友。好吧，那你吃这个。干杯，六一儿童节快乐。我是 Shani， 我是山妮儿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、留言，点点点，点点点，就是所有的能做的都做哦。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